各位同心啊，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一样由我们的潘良华潘老师来演讲哈，请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困得好无？不会。你搞我骗？我来霸王界啊，拢困袂好呢。嘿，我那过坡拢困袂好。我会记阮第一期来上课吼，迄个寒甲六度啦，有够冷的。啊，阮爱家己扎睡袋来。啊，结果一个开始困哦，我一个较慢困呢吼，人开始咧寒，愈寒愈大声，愈侪人寒，我愈困袂去，好，规暝拢无困。哦，迄个咧上课真正足忝的。啊，咱今仔大家较辛苦吼，咱七点半开始上，可能爱上到头下暗要十点安尼，所以大家爱，若有时间赶紧目睭开一下，小眯一下吼。我记我一个朋友做建筑师，啊，早期三十几年前，因不是原来工会办去旅游啊，啊有办几下，甲拢会寒的，困较足好，袂寒的拢个吵甲袂困。尾下因有一届开会决议。啊，即个来佚佗吼，会寒的捡几间，未寒的捡几间安尼。啊，我的朋友原来算熬寒的，结果伊迄间吼，即马一个困去，伊原来困了，一个了伊感觉太足差的，迄玻璃安尼哭哭叫啊，大家拢咧寒寒到迄玻璃安尼哭哭叫安尼啦。啊，一个醒来，到尾也剩两个咧困，冠军咧甲亚军咧咧困，剩的拢。拢无法度困哦，讲真正有够差安尼哦。好，那么有影你向我来遮吼，环境不熟悉啊，咱遮设备无像饭店安尼啦吼。啊安尼吼，我那足久毋捌困通铺啊啦吼。嘿，啊这以后是一个真好的回忆，所以阮即马定不时咧讲啊讲，大家做咧讲来讲来，哦，阮第一期迄阵的经营安怎？迄阵设备无像即马吼。我迄阵连上高个所在嘛无冷气呢，我迄阵也热个，寒就我要寒死，啊热也要热死吼。啊，即一两年吼，咱民政府开一寡钱吼，咱个即个农场个主人啊，开一寡钱吼，安尼个冷气拢个安落吼。啊，所以加做好商量啦，我以前恁啊大家热个，寒就要寒死。好，那么要讲之前，我想来讲一个。曼谷的故事啦，哈！曼谷罗以前跟白副总统，有一个副总统姓贝，恁知无？讲白海豚会转弯迄个，啊！伫高雄做高雄市长，高雄人拢甲合作八十二啊，吼！啊，佮跟一个啊，在行政院长姓江的吼，因三个坐直升机出去视察。啊！伫直升机顶悬吼，迄个江院长就讲：哦，我身躯有一万块吼，我来甲包做一包红包甲弹落吼，啊，捡到迄人一定足欢喜。啊，白副总统讲：哼，阿公，你不要个分做两包，5000、5000吼，包做两包啊，弹落两个人捡到都两个人欢喜啊。啊，曼谷讲：那我甲分做十包，一包拢1000个，安尼佫较侪人。捡到较侪人欢喜嘛，恁有教讲，他袂晓安尼做。哎，塞直升机个了，准外头过来讲，啊，你台袂晓家己包做一包，拢甲捡弹落吼，啊，全台湾2300万人拢足欢喜个，哦，即个真嘛足够人玩个，来用即个笑话来甲消遣者吼，啊嘛是讲啊，大家可能困无好，啊小笑者，看下精神较好袂吼。好，来开始上课哈。咱讲到这蚵仔甲番薯吼，啊，咱是虾米人？那蚵仔吼，对，啊好，咱唔是番薯啊吼，好，番薯是外国来啦吼，番然后加一个番有无？拢外国来，啊，咱本地，所以咱唔是番薯，那是芋头吼。好，啊，所以为电管这些植物啦吼。那边空白好，好，我紧，哦，这爱就试来，我袂记。
这拢外来引进，迄阵荷兰人是海上的强权的国家，伊伫全世界去收集好的品种，哦，啊，那么包括有好的物件，较早要起一个火吼，足麻烦的吼，拢唔敢有火种花的，哪有火压花的，啊，要搁起就麻烦啦，得爱钻木取火，伊再无这还啊火，啊有引进这还啊火了，哦，要起火的火柴就足方便的哈。包括你敢知红毛头，红毛头就当水泥啦哈，水泥，水泥嘛是荷兰人运入来，荷兰人伊个头毛红红，哎，荷兰人红头毛的人咧用的土叫做红毛头，安知无？红毛头真呢，我嘛到。后头十几年前较知影这雇主，较知影哦，原来人咧讲阿毛头，阿毛头，啊，迄个头都朴色个，较阿毛，较会讲红色个迄个意思，红毛番，迄阵荷兰人，咱家号做红毛番，因为伊外国来的嘛，啊，红毛番咧用个头叫做红毛头，好是安尼，好，安知影吼，好，好，好，我来，阿恁即马来开始讲。国家民族错误认同哈，咱拢错把中华民国当作五国，讲我是台湾人嘛是中国人，包括民进党嘛安尼讲呢，讲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有无？捌听过安尼讲无？讲大家拢认同中华民国，把中华民国当作咱的国家呢，这是足大的错误哈。好，那么咱以陈文麟2008年来台湾。咱做咧，吼、哦！迄阵马英九下令，为汤金牛一直到台北市，陈文麟要通过所在，拢袂使出现中华民国的这个车轮机，所以派中华民国警察沿路咧搜查，然后民众摕机啊，拢甲没收，甲抢落来，甚至抢甲压路灯，搁当笨做人。啊，但是民进党的人哦，煞举中华民国机啊，咧捍卫中华民国。你看马英九因中国人，因都不爱中华民国迄支车轮机，家己咧修咧当笨做人，啊，民进党的人竟然拿中华民国咧捍卫中华民国的旗啊！我说这就读个歹啊，连民进党的人读个都歹，哈、哦！啊，等到伫台北市五千旗赢下杯，马英九佫派伊个警察，中华民国警察咧甲保护。惊迄个民进党立军的人，去甲抢来，甲交破，还是甲放火烧？这胡锦涛因老大哦，会机啊，哪会使甲侮辱？哦，所以爱破去，爱咧派这个警察甲保护。安尼你看，马英九国民党是不是共产党化？我国民党呀，咧保，哇，咧保这共产党的机啊！那么民进党说国民党话，民进党在保中华民国车轮机，啊，啊，即马说台人在保民进党位，啊，即马伫立法院有法度讲新的论述、新的方向的，大部分拢台人提出的主张，啊，好，啊，再来咱看2012年伦敦奥运会做一个例，伦敦奥运会迄阵。在伦敦市有挂车轮机，中华民国车轮机。阿强阿水抗议，讲李太无依照奥运模式挂五环旗，哈。那你搞挂中华民国旗啊？这个国家已经1949年就灭亡啊！你来搞咧挂这个西洋旗，啊，伦敦奥运会自知理亏，哈。所以赶紧把这旗啊收起来。啊，咱台湾人过去底下咧中华民国，有无？你看。啊，连这个电音三太子嘛，又请伊伫遐咧发中华民国车轮机，讲咧爱台湾。啊，这种台湾少年家哈，拢又洗脑，甲变中国人呀，咧支持中华民国的哈。那么咱连续讲差不多三年，去年哈6月25，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来访问台湾，都无车轮机，也无五车机啊。哦，拢唔敢阁举出来，哦，咱个美噶哈，表示讲咱美了，原来怎个见着哈？好，那么国家民族错误认同的始作俑者是谁？我来咱来看哈、哦。
在1999年五月七号，中华民国民进党因开会开一个台湾前途决议文，伊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哦，这有大有够大的错误。李登辉总统以前讲中华民国在台湾，好、哦，什么意思？你还可以看到中华民国流亡的痕迹。伊本来唔是伫台湾，伊是伫别个所在。啊，因为战败怕输遭赢，流亡中华民国跑来在台湾，叫做中华民国在台湾，安尼。但你来到这民进党甲台湾出卖，你讲你若要出卖台湾，无你嘛卖一个较好的介绍，啊，咱台湾人有钱来分。无呢，连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你来看，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叫做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安尼有卖无？连卖都没有卖，直接用送的，不够公。过来，2011年十月七日，蔡英文代表中华民国民进党，啊、哦，伊迄阵做主席嘛，代表民进党要选2012年的总统。伊讲，伊伫高雄市乐港公园演讲的时候，吼、哦，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已经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蔡英文是迄当时李登辉培养出来的，算台湾的精英。这精英读个都无清楚，你甲看，李登辉佫会讲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哦，但是来到遮，蔡英文伊甲讲。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好、哦，啊，这一共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划等号，赶快连卖都没有卖，直接把台湾送给中华民国。哦，这是在作假的。啊，你敢想，这拢民进党的头人，这个党主席都上 top 的人啊，读个都无清楚，何况讲伊的党员，佮何况讲唔是党员，即一般咱本土台湾人。所以你看安尼有食力无？读个无清楚吼，这就是逻辑不清楚。过来，咱来请问，那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好，啊，那么咱台湾的独立纪念日是对一天？美国起码伊跟英国拍独立战争，因7月7日就是伊的独立纪念日，就是伊的国庆日。好，啊，你台湾国，你独立纪念日对一天？10月10日吗？唔是嘛？所以吼，真正真害吼，台湾人的逻辑，咱就是迄个国民党来的教育，算国民党成功。伊咱需要不止拢，咱考试拢爱有标准答案，拢填充题，有无？那四字的你都爱填四字，减一字你若写3字就唔对，写5字嘛唔对，一定爱标准答案。伊教科书所写的答案，你拢爱教伊的。不要你思考，你莫学白想，就是即四字，安尼咱就头壳拢定去。咱不要独立思考，拢咧等标准答案。所以咱有啥物政策，拢咧等英明的领导人下一个指令，吼、哦，咱照指令做，拢戆戆做，乖乖做，听话做。不要你有独立思考，有逻辑的观念，哈、哦，不要分析。好，过来咱请问，那么台湾若要独立，要为对一个母体独立出来？要为中华民国独立出来，还是为阿强啊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立出来？我、哦、请问，要为对一个，还是要为美国独立出来？是啊，日本了，哎，对。你若真正要独立，爱问日本的天皇，因为这块土地唔是无主，唔是无主人。我听讲有两个主人，一个有所宽征，另外名写日本天皇，哈、哦。我就用咱的一般土地安尼来比例较清楚啦。日本天皇有这块台湾平和所有权，顶原来名是日本天皇。但是因为堪能修建建书爱赔，这个所有权能暂时抵押伫美国的手里，美国握有台湾的主权权状，但是不代表他拥有台湾澎湖、哦。伊敢若有这块土地。地上管辖权呀，啊！伊把这地上管辖权佮交予中华民国吼，交予这个蒋介石部队来代管。
所以你若要独立，这到高级班我也阁讲，那正港台湾你要独立，爱照国际的法理的步骤，唔是大主大义，无管这两个头家，无管日本，无管美国，一声就要共公道。所以现在美国会动台湾，也袂使公道，就惊你乱创哈，独立。好 ，OK。过来，咱来拆穿中国人做学生文字游戏哈。那个，比如讲，因国共内战。国民党军打输哦，但是伊个官方个报纸报个，你若向看，确定赢呢？吼、哦，国共内战，伊个报纸那些讲我军打输哦，爱打输唔爱撤退，伊不爱讲撤退，用转进，就是转个方向前进。我军转进神速，我、哦、你听下做干哪做搞哈？一日千里。吼、哦，一天走几千，绕跑走几千公里，共军追赶不及。哦，听起来敢那作呕哈！你主要看，我军转进神速，一日千里，共军追赶不及。安尼看下是毋是作呕的？啊，那用闽南语讲四字呢，叫做“怕输招赢”，能招到去台湾啦。好、哦，好，过来。中华民国跟台湾这两个名号哈，伊伫媒体上，因为中国人安怎甲咱算、甲咱用，好康呢，拢用中华民国的名；啊，那歹康就用台湾的名。那建交，中华民国与甘比亚建交，哦，建交好好名声，中华民国的名；啊，那断交呢，台湾与甘比亚断交，中国人拢就无咧算哦，我安知影啦吼。啊，电视哪里演吼？那些查某囡啦吼，啊咧捧茶啦、扫涂骹，拢讲闽南语、台湾人。当主政穿西装，啊那遐贵妇拢中国人，安尼咧糟蹋咱台湾人，互咱台湾人认为讲做台湾人是足低贱的，都要来学做中国人，这是咧打击咱台湾人的自尊心甲自信心哈。所以你莫要怪伊，台湾的人才足多哈。过来，咱改正咱错误的言辞，的一挂咧。咱定咧讲外省人，讲到人人上口，有无？哦，咱去食外省阿面，有无？啊，这句唔对，免哪改？有人会晓讲未？那有上过课的？哦，中国人对，无唔对。台湾作何分？台湾敢若两种人呢？一个叫做本土台湾人，就是你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迄一天，要住伫台湾。迄阵外国的军队、外国人拢阿袂入来，美军啊、中国军拢阿袂入来。所有住伫台湾甲平和即个土地顶管的，咱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包括伊所生传落来即个后代，拢叫做本土台湾人。那么剩的呢，叫做外国人。台湾敢若这两种人呢？这所谓外省人，就是中国人，因嘛是外国人之一嘛，哈。所以莫讲外省人，因为你若讲外省人，啊，咱叫做本省人，咱变中国一省，哈。所以这逻辑安就唔对呀，哈。所以莫讲外省人，爱讲因叫做中国人，好，你也会记的。你若讲外省人，你去食外省面，你就认同讲咱是中国一省，好，所以这唔对，哈。过来，专线唔对哦。咱常常嘛伫电台听讲，专线药房拢有得卖，有无？专线服务站拢有咧甲你服务，有无？咱嘛讲到作顺咧，咱讲60-70档啊，讲到认为讲这是对的，其实这唔对哈。啊，这边哪解？有个人会讲全国唔对，台湾唔是国家，台湾是大日本帝国伫咧台湾台澎地区呢，含。北海道、日本的九州、琉球，同款意思。一个地区的名呢，台湾不是国家，所以袂使讲全台湾国，袂使。爱讲全台湾，安尼知影啦吼。因为你若总讲全省，咱就是中国的一省呀，所以咱得阁用假呀，吼。所以中国人最后用这个文字来唬咱台湾人读啊。
自然认为讲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好，过来，大陆，大陆这句话唔对，要怎改？有人会晓未？中国，嘿，未歹哦。安尼你即马逻辑较清楚啊吼。因为你若甲你的外国朋友，比如你甲一个美国朋友讲，我后礼拜要去大陆佚佗一礼拜，你这個美国朋友一定头壳怎样讲？但你只是要去对一个大陆，因为全世界有六个大陆：北美洲大陆，好，北美洲大陆、南美洲大陆、非洲大陆、欧洲大陆、澳洲大陆、大陆，搁一个亚洲大陆。你若跟他讲要大陆佚佗，啊，伊就这六个在咧咧摇，唔知要摇对者。你直接甲讲，我后礼拜要去中国佚佗一礼拜，足清楚的，哈。好，过来，升德，升德唔对要哪改？台清治理台湾212栋，无拆掉，为家人开一条道路。一通统一到屏东，你看有本事无？人日本政府来台湾十天，1895年来到1905年，就为家人开一条路开到阮屏东。干那中迄个西螺大桥，迄个往桥墩，因为迄个太工程太大嘞，但是有做便桥，会当开车，会当开过。先得要改啥？卡掉。中冠山是人讲的，亚洲我看听我看对着你，哦你讲的，啊你佚佗中冠山哦，哦，先好来讲中冠山，通南北哈，由南到北，有通的一条线路叫做中冠山，所以你若学到佚佗了会通哦，就是南北二路，我讲大家拢会听，就是我佚佗中冠山，哦，迄就是已经做顶下正港的大粒的老大啊。无唔对，叫做纵贯线。啊，正式个名嘛叫做台线。台湾日本人第一条开通南北二路纵贯南北的第一条那个线路哦，所以叫做台线。讲纵贯线来对，哈、哦，反正怎样哈？因为你若讲省道，啊，恁个人个一省啊，哈、哦，啊，你若讲你是这条台线电源。你开车，你免加汽油，你自来水开甲灌入油坑内，啊，就会走啊吼。安尼，你讲迄条，你开迄条叫做省道，安尼我就无话讲。啊，你若是加汽油的，你莫甲我讲省道，你也甲我讲台线，安尼知无？好，啊、来，偷渡客，偷渡客唔对要哪改？读个袂歹哦，有法律的，法律常识。偷渡是一个犯罪行为嘛，所以绝对是犯人嘛，抓到就是偷渡犯啊。啊，是安怎因中国人会讲，抓到报纸拢讲，哦，今仔抓到几个偷渡客。偷渡你家偷渡澳洲还是美国看卖，抓起来，那不是关着是给你遣送回来。好，你若要去人个国家，是不是要先去申请签证？还有签证，包括你的护照，才会当入去人的国家。啊，这当时二十几年前，台湾钱淹卡巴，中国人作个为平潭，吼、哦，查甫拢要走来台湾打工，因为台湾钱迄阵台湾钱好赚。啊，你过海呢，包括警察局分局，这主管拢中国人来做，台湾人敢来当做副主管、副分局长。所以，因主管也抓到这偷渡的，啊，拢甲曝光，啊，这都偷渡犯，嘛，偷渡客，包括因的媒体，《中国时报》连啊报咧报，拢讲偷渡客，因为呐，连记者采访等的新闻稿，那些偷渡犯，上一到主管迄、那个编辑遐看，拢甲偷渡犯甲改做偷渡客，因为迄种因家己。遐个亲戚，中国遐个亲戚来遮找因佚佗，算人客，所以抓到还算偷渡客安尼就对了。你啥意思？因共国个嘛，因遮中国人流亡走来台湾遮人，
啊来遮，吼，毋知影台湾人遐个趁钱分开，大家食到肥肥啊！啊，因遐个苦难的大陆同胞、中国同胞，偷渡来台湾，找因佚佗，掠到，迄个咱台湾人掠到，交去主管就讲啊，这偷渡客，安尼。啊，如果拿偷渡客这个逻辑哪会通啦、啊、吼？安尼连讲咱也等于咱到啊门拍几入，哎、欸，小偷袂赴走吼，唔知咱等来啊。啊，咱无爱甲咪拍招，小偷客你好。啊，冰箱有凉诶，你有开开食无？啊，客家是人客，你毋爱去啊甲招待，他变安尼呀？所以逻辑袂通，吼、哦，偷渡就是犯罪的行为，叫做偷渡犯。好，过来，咱即摆还阁介绍人咧讲。啊！我民国几年生？这个国家都灭亡呀！咱还搁咧用这个小鬼啊，靠弟弟家己头壳顶。这爱改啥？西元啊，这大家较容易了解。啊，西元变哪换算？你若讲民国五十年出生，你就加十一，就是1961年生的，哈、哦，安尼就做个记的，哈、哦，你加十一就对啊，哈、哦。过来。台湾总统陈水扁唔对，咱再去秘书长讲呀。台湾唔是国家，所以无可能选一个台湾国的总统。恁咱即马戆戆啊，拢去对人选中华民国总统，只是因为陈水扁是台湾人，所以作对台湾人就自我安慰，讲作爽的讲，咱台湾总统陈水扁，其实唔是。阿扁啊就职，是毋是爱向中华民国？宣誓，好、哦，所以，伊是中华民国流亡总统陈水扁，还佫加一个流亡，因为中华民国已经死亡呀，好、哦，好，过来，台湾退出联合国，唔对，变哪改？讲中国是掉小块，正讲是蒋介石代表被逐出联合国了。这是联合国2758号国际文里底所讲的，吼、哦，啊，咱拢甲称呼叫中华民国，也是讲台湾退出联合国，吼、哦，其实正讲的是爱讲蒋介石代表被逐出联合国。好，过来，1979年，美国跟台湾断交，头拄我讲过，你唔对嘛，哈、哦，是跟上断交。国家甲国家是用国家的名，吼、哦，是跟中华民国断交，唔是跟国民党断交，吼、哦。过来，中医，咱即嘛讲中医，讲到人人上火，中医唔对，爱改啥？哎，无唔对，汉医，到今日本还阁用汉医，那因为蒋介石会带这中华民国败退来台湾。所以，伊一直要甲中华民国强加在台湾，要让恁台湾人讲中国中医、中讲个惯字，所以拢一直用中医。啊，这唔对，啊、哦，这就是要灌输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灌输讲恁所看的叫做中华民国医生叫做中医，啊、哦，其实是汉医哈、哦。OK， 恁来一直讲哪来一个国家就换一个名哈，哦，本来汉医，你着中华民国来着改中医。啊，那有一个吴国，吼、哦，姓吴迄个国家，啊，都无医，啊，都无医啊。好来，啊，你讲拢讲歹人，即句话伫台湾唔对，要哪改？啊？你讲拢讲啥物人？来，我讲，我请问大家，你捌食到中华民国流亡遐个？人布丢啊，生产稻米，你捌食着因的米，因种出来米好你食无？捌食过啊？就我看麦，无半个嘛。拢嘛是咱台湾农民咧布丢啊做田，种水果、种稻啊。啊，布田落雨嘛是爱出去巡田水，所以你讲来讲来拢讲着台湾人，无法度讲着因中国人呐。中国人在台风落雨，因伫眷村，眷村来讲难民营啦，
伫咱闽南底咧包水饺，咧拍麻雀，雷公甲讲会着，所以伫台湾雷公拢讲台湾人。好，过来，不要，不要把无知当幸福。其实，人恁也袂来上课，我想恁大家拢肩胛头无负担。我安尼过足好过啦，啊，台湾的政治卖插，我就好啊，趁钱就好啊。你没有对台湾没有什么负担，所以你甲看遐小的吼，其实因足幸福的，伊无烦无恼啊，伊袂想遐济。就是像阮这款的吼，做个恶白想的吼，他想到头毛拢白，我这有我很腻过啊吼。所以讲我讲的我是较无遐幸福啦，但是欢喜感恩，有咧台湾，大家肯出来大家上个来做位拍拼吼。那么，真侪人拢讲伊是无党无派，咧假清光，我哎政治咧足黑暗的，足垃圾的。哦，足复杂的，卖插政治。你若不爱插政治，啥物人爱插？变中国人咧插，对不对？国民党就是拢不爱互你插政治。好、哦，所以伊一挂好康诶，就爱你有加入国民党，伊开始派任务你。好、哦，像讲我去做兵，照讲人好康诶，好、哦、我学电诶，电子诶。教工，你若要通信，通信兵要训练去做受训，应该派我去。结果派一个无电子基础的人去，三个月回来，人伊先下书，薪水加我，吼、哦，本来阮阵领300块尔，啊，伊去受训三个月回来，伊变领450块。迄阵的钱足大呢，迄阵一般的加工区的女孩子一个月才800块尔呢。我所以阵300块跳加百五块就足好用诶，吼、哦！啊你若想，你无要插政治，加高尚，这个政治就是公共事务，你拢无要插，变国民党要安怎甲你收赢地变，要安怎用政策来甲你买票，政策来照顾因的军公教人员，无照顾到咱台湾农民劳工。所以农民甲劳工拢一直去予国民党甲看做上阶层的，啊，互恁作善车，啊，若要选举的时，就宣布一挂好的，敢那有利的政策，哦，要甲你加薪，要创。你看即马每年要选总统啊，因即马在咧讲，哦，工时要为两礼拜84点钟要降落来剩80点钟，啊，这看得到，全吃不到的，哈、哦。国民党做啊生这个政策，啊、哦，听做好听。吼、哦，看敢那一礼拜做偌济，但是咱拢食袂着，吼、哦，所以，过来就讲，我讲一个故事，就讲有两个兄弟啊，吼、哦，古早吼，啊文化中，啊这两兄弟啊拢咧抬猪，啊所以拢互相讲，看啥物人先醒个，就爱叫对方个咧起床，吼、哦、哥哥若醒就叫弟弟起来抬猪，啊若弟弟醒就讲啊哥哥来起来。起来抬猪，啊，差不多到差不多50岁时，哥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觉悟，讲唔好去抬猪啊，所以伊就食菜念经拜佛，啊，剩弟弟继续抬猪，啊，所以但是同款，透早弟弟若醒了，起来叫哥哥起来念经拜佛咯，啊，哥哥若醒了，来弟弟起来抬猪。叫两个人拢百岁年了后，那個、哥哥下地狱，哦，落到地下看阎罗王的灰啊！嗯，我拢念经拜佛，哪会我落来地下？阎罗王现伊功劳簿看看，嗯，啊，你是不是拢怀着好心做坏事？讲啥喏？你是不是拢透早起来，拢叫恁弟弟去抬猪？讲哟，对啊，你看。你这歹心，你好意啊，拢叫恁弟弟抬猪，啊你，啊恁弟弟怀着好心做好事，恁弟弟欠个，就叫你起来念经拜佛，所以恁弟弟上天堂，啊你爱下地狱，吼、哦，所以咱大家
要怀着好心做法好事，不要怀着好心做坏事。所以你今天会当来这，你也感谢你的，给你介绍来，这亲戚朋友，吼、哦，以好意给你介绍讲，来台湾民政府，把咱头壳内底有国民党的毒素，伊放毒的一挂毒，拢来个清出来，粪扫个清出来，来感谢伊。但是你嘛有朋友，好朋友，给你懂，吼、哦，吼、哦哦、你莫去哦，台湾民政府诈骗集团哦，你去要骗你哦。了钱个了时间哦，啊！这朋友是不是怀着好心做坏事？你哪有懂听到伊的话安尼？你不必来，你今仔无法度了解足侪台湾的真相、台湾的正确个国际地位、甲历史个过去，好、哦。所以国民党足够骗的，但是伊个骗输一个人，哦，迄、那个毛泽东的共产监管。因两个就是拢中国人，拢作我骗的。但是毛泽东、蒋匪啊、政权吼，共产党佫较够骗，所以国民党骗术较走路爱来台湾。但是伊遐骗术来骗咱台湾人，哦，足好骗的。咱台湾人都故意吼，所以就日本人来管台湾，就有讲一句话：台湾人好骗歹假。吼，好，过来。为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物件。来，咱看，第一寒流，因为我住屏东，我那修复作乱，又寒天我那来遮不是着感冒，像咱阮屏东是要作乱呢。我来遮，人着感觉个遮着加足舒服个，但遮空气嘛无好，遮空气中足侪遐毒素吼，环境荷尔蒙哈 ，PM2.5 这种真。真滴重，来到家我的鼻啊、喉咙了不舒服哈、哦，所以我尤其我呐来家拄着寒流，拢会感冒，啊，所以我对寒流我呐真感冒。嗯，过来沙尘暴，我、哦、这以前无，十几年前才开始有沙尘暴，啥物原因？就是这个毛泽东的杰作，伊为着要超英赶美，好吧？伫个人民公社。拢叫人民爱起迄个土炉、土法炼钢无？啊，附近的树啊，拢撮着来做火柴咧，兄火要炼铁哈。啊，一挂树啊，大当树啊，撮了了，遐树啊有水土保持的作用。啊，本来你落大雨，迄大地雨爱叠着大乔木，较落落来中乔木，落落来小乔木，落落来灌木，佮落落来地背。安尼一层一层新来到下骹就无力啦，都袂直接跌落泥土。啊，即马只树啊撮了，遐树啊根拢烂去了，吼、哦，三四十年后烂去了，开始土壤沙漠化。落雨，遐雨水一下就跌落跌落土骹，土浆就喷开，水就对咧流去啊，好无？啊，所以变成讲表土流失。啊，那无落雨的时候，土骹打窟窿。起风就烟雾，迄个灰尘就飞起，较油的就飞到咱到，会当飞来到咱台湾，靠叫做沙尘暴。哦，而且对呼吸道拢真大个伤害。而且着毛泽东的杰作，毛泽东阁有一个杰作，迄阵粮食欠收，因共产党甲国民党上高报喜不报忧，生产无遐侪量，伊嘛加补供三倍量出去。所以毛泽东拢认为讲丰收，结果姚希做一人。毛泽东出来视察呐，那咱规划路线要为只经过，啊，这无啥丢啊，拢无啥激烈吼，起个腿较有激烈的吼，乌乌来到边啊，赶紧做假倒去咧。好，毛泽东来看，哦，真好，拢流水拢巴巴拢弯落来，其实无影，拢假，拢表面功夫。后壁拢空的，拢空巴蛋。啊，安尼怎啊？有一年，毛泽东发现讲，啊，那姚希遐侪人，啊，怎么就找替代的迄个鱼文，迄、那个替死鬼，讲无啦，拢要出鸟价，雀鸟价去。毛泽东好安尼哦，下令，全中国人分三班制，当天啊，社会拢查查出来抢，吼、哦，轮班八点钟一直抢。
24点钟连续扛三天，互赶遐鸟啊，卖来食，连休都无休，休电线嘛无休，扛扛扛，互佫飞。迄鸟三暝三日无通啊困，无通啊食，逐只嘛软脚落落来，捡起香蕉把香香食死了，食了了。所以去年迄年差不多，迄毛泽东收了啦。但是伊无考虑过讲，迄阵无生态观念。即、這个雀鸟是干呐？你丢水霸的时，伊甲你食一挂。一礼拜后，你丢啊挂了，无物件好食，伊食呐？伊拢食遐害虫啊！伊干呐一礼拜时间甲你食你的丢面呐，剩下拢咧替你掠害虫。所以过年即马阁无了丢啊，我害他袂多。毛毛虫一堆，无人食，因为鸟厝鸟遐拢有你。毛泽东聊聊聊呀，所以迄几年大饥荒，地块袂富大，许啊拢有毛毛虫食了，因要太大，要太有当啊丰收哦。好，过来雾霾哦，这差不多这四五年开雾诶，以前嘛无咧讲雾霾，好不好？雾霾就是中国1979年邓小平改革开放开始。接触外国的订单，吼、哦，开始开放沿海的新闻，开始让咧，让外国人来设工厂，变作世界世界工厂。外国人因为这个高污染，吼、哦，诶，行业歹做诶，拢落订单叫中国人做，中国人来者不拒。拄啊像咱较早同 RCA 公司同款 ，RCA 电子公司 ，RCA 是美国无线电子公司哇。我看到青瓜瓜呢，啊，敌人偷用石枪，结果有一挂化学废水哈，无做标准的处理，啊，那放出去外口惊环保的掠，伊家己乌井，咱拍井是要抽内底地下水起来，即嘛唔是哦，把化学废水用莫达倒趴里边土内底，啊，所以偷用厂区遐人。抽地下水起来，加拢中毒、慢性中毒。哦，最近各所中央面个法院甲判赢，吼、哦、判 RCA 赔，但是 RCA 已经转几下手去啊，即个员工心里会当摕到即个钱，真困难咯，吼、哦。即雾霾就是所有的中国人国外拢不爱做的，拢落订单叫做伊拉公公啊起开做，所以即马中国内底伊个毒气，吼、哦、化学污染物。化学环境荷尔蒙，满天对应咧飞。连迄阵去年北京咧要办这个 APEC 会议，啊，这都啊中国人我都做，因专制独裁国家下令，习近平下令，北京就今日即个工厂拢爱休困，休一礼拜，所以迄一礼拜，佮包括车辆。爱看号码，单号，那今仔日单号，就单号的车会当开着，双号就爱下大厝。伫安尼种啊，迄几天，北京的天空是真的是蓝色的，或者 APEC 蓝。我有这个记者个小天空吼，这个是 APEC 蓝。啊，雾霾嘛是飞来东北季风吼，会飞来到咱台湾。啊，这输着，这无解，这又咪咪。比咱的肺泡阁爱有差入面，无药啊，吼！所以到尾啊，咱台湾人有足，包括中国遐有足侪人会死于肺病，吼，肺癌。好，过来一个歹物件，郑成功，伊成功咱就失败啊。你看荷兰人，伊是先进的国家，伊是迄阵的海洋大国，吼，海上强权，全世界咧走最好的物件，啊，有好物件就。迄阵伊占安平这个吼热浙南城，所以有好物件拢引进嘛台湾。啊，结果伫台湾啊38天尔，所以郑成功我甲赶走伊，足无彩哈。咱若讲迄阵你也想，荷兰1624年来占安平，刚迄一年伊嘛去占。纽约的曼哈顿，所以伫曼哈顿咧开一个港口，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哈、哦。啊，你阿想，经过300多年后，
纽约现在是全世界最大最富裕最先进的都市，啊，咱台南市呢，台南市以前还有说一户二六三万家，对吧？有啊，现在六都一，第一都是台北都，第二都高雄都，第三哦，这个台中都，伊即马排到第四去啊，甚至第五嘛输台北都。你看伫台湾连第一名都拼袂到啊，要安怎讲全世界？所以迄阵若卖电影讲甲荷兰人赶走，台湾即马第一都应该是伫台南府城哦，而且。咱那三百几年来，跟荷兰人安尼混血，你知影荷兰人热色色，头毛个红红，跟咱混血。啊，你知影混血，查甫会缘投，查某会水，对不？啊，即马那开放阿公啊来遮自由行啊来游览，中国人来看，拢爱举头甲讲，哦，逐人拢遮大张，头毛个红红，目睭个绿绿，鼻个嘟嘟，啊，个拢讲荷兰人，啊，这绝对唔是台湾，不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可能嘛？唯一拢未通啊！这跟咱无共国，面貌啊拢无共伊啊，吼，目睭拢绿绿的，咱就未许同化伊啊，吼，未讲郑成功因迄个陈永华用闽南语做官方语言，台湾人、日本人来五十张俩，咱就咱是大人，就自己就讲下写写叫。何况那荷兰人那直接关三百几栋，咱今大家拢嘛讲荷兰语，哈、哦，咱可能就拢用跟迄个电子公司飞利浦公司的电子产品啦，哈、哦。所以以前讲咱失败，这里、個、有够，后来咱有够衰啊，哈、哦。过来大清治台，大清来台湾，我讲两百十二栋无在条开得了。纵贯台湾的台语线，所以有够含慢的，嘛无下精神在台湾，要好啊治理台湾，所以才讲很混，关两百十二栋，人日本人两迄、那个在当啊，就甲台语线就开通啊，哈。好，过来中华民国在台湾，即句我开始甲改安尼。中华民国海台湾，伊若卖来，咱袂遮惨嘛，对不对？咱袂安尼人格分裂，吼、哦。啊，咱嘛袂叫家家呢，最近只个日本时代，咱要管四十当了，咱就台湾就办啥？万国博览会呢？台北市就迄阵办世界博览会啊呢？中国当时才办世界博览会，改成2012年哈，迄、那个上海世界博览会才办，安尼差咱差偌济年，哈，差到六七十栋呢。所以你也想，咱若卖许电线工来，卖许中华民国来，咱若今仔阁继续日本管，咱差不多三十年前咱就高铁啊，哈，咱袂高铁安尼拖到阿扁啊。要下任进程较做好，我这高铁等于是上大、上有效率的一个交通工具，哈，和台湾南北一日化、一日圈，迄效率也足悬的。我所以呢，今麦高铁若停吼，我台湾人就哀叫。我所以是中华民国来害着咱台湾，咱1935年咱就办世界博览会啊，哈。1935年到今麦呢，已经80栋啊，哦，80栋。如果咱若卖迄个国民党来，美军来占领，咱较近，咱大家拢讲国语，拢叫做日语，日语就是咱的国语，咱近大家咧讲拢日语。好、哦，啊，那用日语要接触先进的这资讯，拢足紧。日本人脱亚入欧，就是要离开中国的思想。遐拜师兄，遐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做拜就是讲，拢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有无？君君臣臣就是因拢做君王，拢做高阶层的，
啊，咱拢做低下的臣民，拢爱趁钱，纳税金去饲因。父父子子，伊拢做老爸，咱拢做囝，咱拢爱出来趁家来饲老爸。吼、哦，因家人拢咧纳税金，吼、哦，都拢咧食咱的税金嘛。所以中华民国来是害着咱台湾。啊，咱迄阵日本人管台湾，台湾的水准已经伫。这个战败迄阵的水准是跟日本东京是差不多同步的。1935年到1945年，这十年嘛，佫进步真多。那迄阵无战争啦，卖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1940年的年代，迄阵空拍台北市的图，那摕予你看，你会讲啊，这是欧洲啊，因为拢尖厝顶的，拢圆条啊。迄阵的建筑，日本人的建筑拢是欧洲的建筑方式，拢派一挂少年优秀学生去欧美去学新的技术、建筑技术还是科技。所以台湾迄阵你看，总督府也好，台北宾馆，所有日本时代留下来的建筑物，你注意甲看，大部分拢圆条啊，窗仔门拢无像咱这拢四四角角拢直线的，这有够歹看。因为拢宾馆拢圆拱的，你若注意看日本时代。窗仔门拢顶管拢圆拱的，条拢差不多圆的。圆的就是足歹做的，圆的要做足高工。你若技术无好，你正圆做袂出来，正圆你做袂出来。甲真中华民国所训练的啊，这技术要真侪输日本时代的建筑物的美感也好，甲技术水准、设计的技术水准。所以足可惜的，迄两公诶，我讲以前台湾无违章建筑啊，日本时代无违章建筑啊，中国人来了较有违章建筑诶，吼、哦。所以咱是毋是去中华民国害着？啊、哦，所以会支持中华民国国民党投伊票诶，真正好啊，等于忏悔者。你做伊帮凶，我来过来蒋介石，老一辈我。要少年的时阵就捌听过，甘愿伸着广岛、长崎迄两粒原子弹，嘛袂瘾伸着这粒臭石头啊！因为迄粒原子弹，日本重建广岛、长崎重建二三十年后，因就恢复正常啊。甲进这粒石头，还佫遗害台湾，遗害百年。建国中学，吼、哦，台湾算第一个中学的第一学府，内底还佫采一仙。但要是丘吉尔读个较清楚，丘吉尔人要甲用铜像要甲纪念，伊断然拒绝，唔通唔通你莫甲我做，我袂瘾带读个好遐分教带甲放西药，吼、哦，啊，这臭头啊，我都足爱哦，转台湾咱去，然后一两千尊的这个铜像拢伊，吼、哦，这浪费国家资源。佮污染咱个台湾人个头壳，拢甲伊，佮因真正中国人真正袂见者，面皮够厚，规个中国叛军啊，讲有这民族救星，你看这有讽刺无？世界的伟人，民族的救星，哦，佮讲到欢喜个，哦，好，佮来咱来分听讲。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哦，啊，伊是这是伫这个2004年10月25，迄阵伫北京访问，记者咧甲采访的是伊讲的。伊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中华民国，哦，台湾嘛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享有国家主权的。哦，过来，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呢。像那个好多境外的国呢，台湾虽然是美国君主占领，但是美国人要来台湾，嘛爱摕美国护照入来。好，台湾管的话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暂时即马台湾伫咧当局代理中。好，这个台湾伫咧当局就是较早中华民国。那么因为美国1979年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因未使阁称呼中华民国。我跟来这样讲，台湾治理当局啊，好，
啊，是毋是国家有国家的认定的标准？有四样，我咱来看：第一，爱有领土；第二，爱有人口；第三，爱有政府；第四，爱有外交权。你若这四样拢有，才能讲你是一个国家。啊，咱来看台湾国有领土无？这块领土，台湾平湖是日本天皇的，唔是你台湾国的。有人口无？歹者，咱即马咱做体拢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吼、哦，唔是你台湾国所发的身份证，所以中华迄、那个台湾国无人口。好，有啦，有政府，歹者，迄、那个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唔是你台湾国政府，对吧？啊，有啦，我有二十三个小朋友国家。啊，去年佫碰见一个柬埔寨，即马剩二十二个，歹势。你甲摕迄个建交公报来看，拢是中华民国派因的外交官去跟人签的建交公报，唔是你台湾国派外交官去跟人签的。所以台湾绝对唔是一个国家，即世人无一人有。好，好，过来有人讲啊，咱拢拜关公妈祖，所以咱是中国人；啊，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是中国人。那这个逻辑会通，安尼信耶稣的，拢以色列人的款；啊，那信释迦牟尼佛的，拢印度人安尼。所以这逻辑未通。啊，那用汉字的中国人，日本即马要用汉字，过去韩国嘛用汉字，因为首都较早个叫做汉城，哦，但尾仔因有。发明韩文哈，这个字，伊个作字拢画圈圈的哈，韩国字拢怎样，个字拢用画圈圈的。啊，你若这个逻辑啊，会通啊，用英语的拢英国人，菲律宾用英语，菲律宾跟英国人唔是啊，所以这逻辑未通哦，所以咱爱有独立的逻辑思考能力哈。好，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未来安怎？好，伊个六海空军。三军的司令部会裁撤，干那改做指挥部。啊，那么你也想讲，啊，纯指挥部啊，上面人要发号施令，这司令部爱发号施令啊，马紧。纯指挥部，这指挥部要接上面人的命令，接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发布的命令来执行啊，直接美军掌控。那么今麦二十一万五兵力，和美国要求一直要裁减，到尾来精简到成十二万人。而且马英九一直要用募兵制，对吧？国防部一直要搁恢复征兵，因为募不到兵，哦，所以一直要恢复征兵。但是马英九打死就不敢再重新说要征兵，所以即摆兵啊一直走，一直借，一直缩缩短时间。即就跟咱民政府、咱秘书长跟这个奥巴马呛讲：你若搁叫阮去做兵，要该要搁该过。所以美国一直下令叫马英九要赶紧改改募兵，其实连募兵也不可以。好，好，那么美国军事政府也入来台湾，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人，把撤去金门、马祖，还是平潭岛，啊，福建的平潭岛。那么平潭岛是福建福清县外海一个上大的岛，哈，以前做的中国人要来。偷渡来台湾，就拢用为了倒坐渔船啊，为新竹、南寮渔港附近啊，啊，到屏东那边、东港、东寮，为啊偷渡起来哈、哦。那么这个平潭岛哈，已经跟台湾哦，台中有直航，三点钟就到哦。这伊呢，船也行哈、哦。那么去年嘛，今年啊哈，十月十号，海峡号平潭到台北港。这个较紧，两点半钟就到，就是迄个巴黎哈，巴黎迄个台北港。那么因家己，哦，伊只船啊吼，算我那袂少只，一定坐七百六十个旅客，两百四十只小客车。因两千十三年迄阵，因家己联合报的报纸电子报报的吼，伊讲将来为台北港出的人会比台中港出的较济，安那？因为较早因逃亡、流亡来台湾，拢为家人讲出来起来，啊，拢住伫台北管区，所以台北是中国人特别直接吼，所以嘛，互咱台湾人讲叫做中国城。
过来，先让美国会讲台湾独立代表战争，哦，这真严重的代志呢。好、哦，啊，以前咱的观念拢想讲，台独代表战争啊，美国咧甲咱警告，咱若台独，阿强来甲咱拍，敢是安尼？想要甲咱拍？嗯，无唔对，美国来咱来看，这会讲这句话，跟阿扁啊有关的，就是阿扁啊，2006年5月哈，伊要去中南美访问，过去中华民国的流亡总统啦，要去访问，大部分拢会伫美国做中继站加油。李登辉迄阵咧讲两国论的时，美国无欢喜，所以李登辉要去中南美访问。美国甲安排去美国本土以外，美国有48州是联做伙，迄叫做本土。啊，伫外围离开本土的有两个州，一个夏威夷州，一个阿拉斯加州。所以个李登辉伊个飞行机专机去安排去夏威夷州加油，李登辉无欢喜。所以迄阵呢，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去飞行机甲拜访的时，李登辉报纸一个报讲，李登辉穿困衫困裤甲接近，等于给这个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盖无面子安尼，抗议嘛代表李登辉的愤怒。但是李登辉个咧切一下是讲，伊是穿便服啦，唔是穿困衫困裤。好、哦，过来，到阿扁啊，以前第一任2000年到2004年。迄阵跟小布希配合了袂歹，你会记？迄阵9/11事件了，美国咧全球反恐，阿扁也跟伊配合了袂歹，所以阿扁啊，迄阵要过境美国，小布希甲安排飞行机会当直飞到纽约，去伫纽约大饭店，啊，到饭店门口，哦，就当落车落来跟大桥握手拍招呼。你看迄阵。算默契真好，吼，两个真默契。但是到2006年，无同啊。阿扁啊，连任成功，伊无后续的这个压力，认为要走家己的台独的路线，台独的迄个精神阁走出来。以前前四年咧就乖乖，跟美国配合真好。但是过来要走家己的路线，要统独公投啥物，哇！对于打着美国小布什的红线。迄届，美国甲安排去阿拉斯加，伊也赶甲皮皮抓安尼，阿扁也嘛真袂爽，所以等下要去飞阿拉斯加，我阿扁也袂瘾，准碰见有无？迄有一个叫做迷航之旅有无？迄阵的台湾媒体用那沙布啊，就飞到一堆去啊，碰见一两天，结果飞中东的利比亚，迄哥达菲有无？哥达菲派人家出来接近。啊，这都阿扁啊，等于咧抗议美国的意思，吼、哦。啊，所以这个美国吼、哦，这个前的国务卿佐利克就出来呛声讲话啊，伊讲台独就是战争吼、哦。这个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伫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互我清楚讲，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即做者副国务卿哦，以及美国官员，这么直率，甲台独跟战争紧密挂钩，即伫过去作罕见的哦，过去毋捌安尼接管的职务的官员直接出来呛哈，伊讲这是因为，互我甲话去讲较清楚咧，独立就代表战争，即代表我美国爱出动陆海空军甲海军陆战队，即四大军种要从哪修建啊？出动军队就是要修建啊。特别怕台独啊，所以咱唔好就是讲台独代表战争是阿强阿要拍，唔是是债权人，这块土地底下伫我的手里，你要搞抢去对，当然看你修正啊，看你拍、啊，对不？咱若有人欠咱钱，土地底下伫咱的手里，有人要来甲咱抢去，你当然看你输赢，对不？过来，先阿美国讲台湾袂使公投，
这就是美国人对台湾人真了解。美国有派2000多个工作人员伫台湾，哈，咧调查台湾的事事行行。那来用2008年甲2012年刘鹏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做咧，2008年通牌马英九兼独牌谢长廷，迄个咱输偌济，咱输200万票，对不对？过来2012年小英吼、三只小猪，气势有好无？好噶吼，大家拢讲稳赢。但是迄阵特别投票的前2礼拜，咱2012年的这个，咱直接办忘年会，咱秘书长伫台顶宣布，我们美国甲讲，哦，小英会输80万票，咱秘书长嘛烦恼呢。啊，你若用摇的较会准，啊，我若讲的若无影啦，那小英赢啊，我当民政府都爱收起啊呢。美国讲。你做你个公布，所以伊咧公布，连我嘛半信半疑，这哪遐准了都来签大家乐啊咧？哦，结果开个真正输79万几票啦，安尼就足准啊，惊死人的准呢。啊，所以输到要80万票，啊，你若这两场甲当作统独公投，咱是毋输，连续输2届呢。所以这作假来的呀，好，好，过来。现在美国要咱台湾民众训练4000名人员，甲合法41万人呢，台湾政府承认。这个4000名来源原因就是讲，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兵呢，蒋介石派伊的部队来接管台湾，哦，代替盟军接管台湾。迄阵。陈仪带1000个军公教人员来台湾，迄阵台湾人口600万，那么即马台湾已经买2400万，得要4倍，所以美国要求讲，咱起码爱训练4000个，起码，即上起码哦，吼。过来，现在发41万分呢，台湾政府就讲，就是讲你起码恁台湾民众嘛爱有基本的支持者。啊，即下有来申请身份证的，会当替你做像个种族教官出去宣传台湾民政府，吼、哦，互较侪台湾人请起，就像恁来遮上课安尼，恁将来恁嘛是像个种族教官，吼、哦，而且偶尔爱出去甲台湾的真相爱讲互毋知影台湾人互了解，吼、哦，互伊觉醒起来。好，过来咱来看，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甲依据，甲有啥物迹象？伊凭啥物？凭啥物法律来？好来，咱来看，就是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哦，啊，这个真重要。虽然这是一个军事命令，这个就是由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在1945年8月10日，由迄当时的杜鲁门总统，那么迄阵罗斯福已经过往了，啊，这个副总统杜鲁门准先开做总统，伊来核准了授权予麦克阿瑟将军。在1945年的9月7日，迄阵9月7日就是日本伫这个东京湾电馆的秘书里见美国秘书里见电馆签投降书，哈、哦。迄天来发布命令，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接受台湾的日本军投降，把因的武器缴械收起。好，你知道我。用命令，命令，杜鲁门总统是所有蒙古的相关的盟军总司令。那么麦克阿瑟将军是太平洋战区，迄阵有分欧洲战区，有分太平洋战区，有中国战区。麦克阿瑟将军迄当时是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蒋介石是中国战区总司令。好 ，OK。所以，伊命令为这杜鲁门总统上官，所以也当命令蒋介石。好，好。那么，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所以美国靠权力来分配盟军，你什么国的军队去占什么所在。所以阵呢，一号命令内底规定，
北纬三十八度线以北，北朝鲜就是北韩，包括中国的东北地区，是向苏联一个国家的名，苏联军远东军区总司令来导航。那么北纬十六度以北，北印度支那就是北越，包括台湾跟澎湖，是向中国，向也不是向中国，向蒋介石元帅来导航。蒋介石元帅，你注意看，头前无挂中华民国，无挂中国，什么原因？因为迄阵中国有四个，有四个政权。来，第一个毛泽东延安政权，重庆的国民党政权，南京的汪精卫政权，过来满洲国，好吧？有这些啊，上面要代表，所以袂使挂中国名，因为迄阵中国有四个政权。过来，咱来看旧金山合约，第二条美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了，那么第二十三条 A 确认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这个新闻哈。当然，这个日本是包括日属台湾。好，那么有主要占领全国，那么某次要占领全国，哦，不然中华民国撤离来台湾。伊就是次要占领全国的身份。以前一直到1971年，美国还阁大力支持蒋介石的政权，留伫这个联合国。那1971年，本来美国的意思是讲，要让中华民国继续留在联合国内底，但是可能要改一个名。但是蒋介石都爱民主啊，伊讲汉奸不良力啊，所以用挂出来哈。好，过来对日合约拟定，佮看51个同盟国的协商，拢是迄阵的杜勒斯所主导佮分配。这个杜勒斯尾啊做个美国的国务卿啊，伊当时迄个美国总统佮聘任做协商特使，去看。51个同盟国要协商，要起草《旧金山和平条约》，啊，这足大个工程，吼！啊，另外，加拿大拢美国咧主导，美国咧分配，啥物人得到啥物好康诶，吼！拢是美国这个杜勒斯伊咧主导加分配。为者来看，拢是美国咧安排，啊，因为伊是战胜国，伊是唯一直接攻打日本。其他的国家自顾不暇，所以迄阵来拍台湾也好啊，去拍琉球啦，啊，去拍轰炸日本的本土，拢是美军。好，过来咱来看台湾管理法。哦，咱今仔日讲的拢有关法令的哈，依法哈，依法理。这个台湾管理法在1979年4月7日才订立，但是赶紧追溯到1月7日生效。因为一月七日就是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啊断交，美国的参众议院发言讲，啊断交就会较早跟中华民国签的一挂协定哈，啊就迄阵依照麦克阿瑟一号命令来，即做断线，所以爱关于去定一个台湾管制法，这个美国国内法，而且。美国人咧定台湾管制话，无招咱台湾人去参详，做伊去拟定无。因伫美国参众院拟定这个法案，高票通过，佮进行实施。哈，要来实施嘛，免咱台湾人同意，伊发布命令来实施就实施啊。哈，这是美国因为伊会将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依靠这个权利佮义务来定。咱毋捌听过有英国台湾管制话，还是俄罗斯台湾管制话？还是法国台湾关系完无？独独跟咱美国会当定呢？好，过来，1982年，美国雷根总统对台湾有六项的保证。好，这是迄阵美国要跟阿根廷要签一个8·17公报。哦，迄阵台湾人，包括中国人，伫台湾的中国人，民心惶惶，大家烦恼啊！
好嘅人、有钱人，卖厝卖土地，赶紧咧办移民，要离开台湾，惊台湾美国要出卖，互阿强啊！啊，这也在讲可能会压垮国民党、中华民国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蒋经国足烦恼的，透过伊外交系统去甲雷根总统拜托，啊，请你发布一挂保证，来安达台湾人的心。到底台湾顶完这些人的心，啊，迄阵美国总统了解吼，所以雷根总统准发布对台六项保证。啊，咱来看伊有哪六项保证？好来，第一，美国无意思就对台湾的军事设下杂志的日期；第二，美国未就对台湾军事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主张。啊，你注意看这对台军作对台。这个对台不是在说台湾人，是在说台湾治理当局，哦，你要了解，就是后面，就是较早的中华民国，哦，再来，美国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力之下停止对台湾军售，哦，这个就是对台，哦，这是台湾治理当局。再来，美国不修改台湾关系法，因为台湾关系法，哦，很多台湾人都，包括中国人都认为说是台湾关系法在保护台湾，其实唔对，吼，咱比如讲，这个应该爱废止，咱爱等于到历史的原点，等于到旧金山和平条约，开始正正刚刚咧保护台湾的。台湾关系法有保护台湾无唔对，但是当时嘛保护着流亡来台湾、住伫台湾这些土地顶管的中国人，因为台湾关系法所讲的是 the people on Taiwan。只要你伫住伫台湾顶完这个土地，无论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拢受美国保护。那若等于到旧金山和平条约，就敢那保护 the people of Taiwan， 正讲伊属这个土地本土台湾人，就无保护遐难民咯。遐难民随时照讲，因来等于中国哈，因要统一是因中国人，因去统一，因等于，跟咱台湾无关的哈。过来。第五，美国无意想要扮演台海两岸的蒋介石，美国未施压迫，和台湾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谈判。这个台湾嘛，是咧讲台湾治理当局，哈。过来，美国无支持中华民国，伊所讲的讲对台湾有主权这个主张，到今无一个美国的文献典管有讲到讲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台湾的主权，嘛无。任何中华民国国民党所讲，嘛无文件讲台湾已经把主权移转给中华民国，拢无这个文件，所以马英九定咧讲用啥物开罗宣言，迄个位置拢作假啦，迄连国内话都抵不上哈。OK， 当然将来监督。爱等于到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底内容来恢复哈。OK， 咱唔捌听过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保证还是承诺？像那雷根总统一个总统爱甲台湾提出对台六项保证，伊若跟咱台湾无相当的关系，吼密切的关系，伊先爱甲咱开这项的保证，就是因为咱是美国的占领地，这块土地爱过好。像我昨讲的，我摕手表去等你头家，你啊过好三个月来，我若摕现金来输回去的时，你啊物件还佫伫咧，唔好告诉我摕来，你讲无啊，我列表啊，迄个隔壁迄老毛阿公啊抢伊啊，啊你这老家佫老大哥你都免做啊，对不对？所以你啊过好，虽然你是债权人，吼，但是。我物件跌下伫你啊，你过好啊！哦，台湾朋友跌下伫你手里，所以先啊，台海危机阿强来社会单，美国无免咱家要求，伊就家己个塞两顿，他的克林顿就可以派两只航空母舰战斗群来搞，个原因哈。啊，就是咱跟伊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伊爱甲咱保证，甲咱承诺。过来就是讲。用另外一个例，就是讲那男女朋友交往个已经论及婚嫁，啊，查甫要甲查某
求婚，要个安达，讲啊，你嫁我吼，我绝对保证，予你食好、睏好、食好做功课，吼、哦、啊，每个月5万块，你买化妆品，5万块，你买衫裤，一定要讲保证嘛，安达伊个心，你若无讲关系相当个密切，你敢会向迄路边个叫一下来，你嫁我，我一个月5万块，你买衫裤。无嘛，一定有长远以来有相当台湾甲美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嘛，对不对？无你笑的，你若安尼用迄路边欧白安尼讲，我甲你保证，你给我安怎安怎？好 ，OK， 好。过来，咱来看美国核电的意义。是安那流氓中华民国总统呐，选到拢爱当美国的核电，哈，有无？啊，这。正如一般命令第一号，为蒋介石开始安尼一脉相承落来。以前用派，美国命令你，你来管台湾。啊，这敢那一个公司，吼，比如有一个美国有一个足大间迄个诶数字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啊，当时诶，以前用派派人来台湾，以前派一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来管台湾分公司。尾啊，互恁开放，互你用算的哈。1996年开放，互你用算的，选恁的总经理。迄届选到李登辉做新的总经理，哦，恁台湾人甲你开放互民选哈，好选到。一直后壁选的拢用民选的哈，讲这个意思。所以即卖后阵的就是李登辉后壁就陈水扁哈。啊，陈水扁后壁即马新的即马咧做个即个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叫做马英九，但即个公司的总经理若做不好，有可能美国会甲撤资查办的，嘛伊会当一架飞机驶来就甲占走哟，即有真正有例哦。菲律宾马可斯有无贪官啊贪污，佮买票，所以咧选举的时。迄、那个伊个总统府的官邸，吼、哦、马卡南讲，迄个菲律宾的迄个反对人士甲包围，哎、啊，情况足混乱嘞。美国判断讲，马可斯无可能阁继续做总统啊，伊若阁留住马尼拉，哎呦，遐叛乱分子甲杀死，所以伊甲马可斯讲，来，恁规家伙啊，款款的，我用直升机甲你载来迄个船啊顶管啊。甲你载来这个夏威夷呢，用飞行器甲载去夏威夷啊。好、哦、啊，所以马可斯怎样讲大势已去，所以只有爱听美国的做不好啊、哦。这个总经理做不好，美国只有甲掠掉换掉啊。同款，马英九呐，继续乱甲台湾人挡袂掉，去甲包围，嘛有可能美国看够就，台湾人挡袂掉，你这款管理方式做甲不得不吃，你贵嘿，你那2266哈。哦啊，426，啊，426就是亚拉噶。好，过来2004年阿扁啊，巴肚掉一枪有无？3月3/19枪击案，阿扁啊，打电话连总。2000年两个拆鬼，阿扁啊，卡赢一个20几万票。啊，结果2004年连宋和。哦，迄阵的民调甲要60%，稳赢的。所以阿扁巴肚掉钱，打电话甲连总讲：啊，发生这重大的案件，咱是毋是爱停机算计？啊，伊两个吼急要做通通，讲无要紧，无要紧，继续算。伊按照讲，马仔投票投落去就赢。无想到讲，迄当时李登辉吼，228，伊发动一个228牵手活，迄个活动有无？牵手护台湾，有去看那亚洲，我看麦，看几个，哦，还算无济呢，差不多1/4呢。我迄阵大家拢也无觉醒，但是迄阵真济人牵到安尼满满是呢，我嘛去牵吼，哦，牵到迄阵做有光荣感呢，做台湾人迄个光荣感。结果呢，隔工票开来，赢2万几票尔啦，啊，你甲反转赢偌济？
0.228 夭壽哦，迄二十八只运用出来运作的款嘞，啊无个，赢甲拄好，赢两万几票拄啊赢0.228，哦，所以哦，那赢有够唔甘愿的啊，啊赢要叫他博个水，好不好？明明民调拢赢，结果就巴肚阿扁巴肚着上，迄阵本来台湾人对阿扁不满的，含泪不投票。听到阿扁的调情，你拍阮阿扁啊！你拍阿扁啊，等于拍了我。出来，出来投票。即届就含泪投票啊！吼、哦，票阁走出来，他赢一个两万几票，嘛是赢，赢一票就是赢。所以那也唔甘愿，甚至去为中选会去霸占阿格兰大道。哦，闹个闹几礼拜，啊，迄、那个美国贺电拢无来，阿扁也嘛烦恼，台湾人嘛烦恼。所以阿扁也打电话甲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迄阵一个迄个查某诶，甲阿问讲阿在贺电拢无来，啊，迄、那个理事主席呐，打电话去白宫问，白宫讲贺电准备好啊，迄伫美国总统诶迄个桌仔顶啊。啊！咧等恁中华民国中选会公布讲，把迄个当选公告打去。啊！所以阵黄石成要打迄个公告，那也甲另外伫遐小 A 吼，那不要打，你个未必要打。所以客家玻璃拢客家破有啊，打去迄个水后那也拆掉，但是迄个连拍相机啪啪啪就翕到打去迄个动作。传真去给美国白宫，白宫贺电无半点钟来就告伊啊。迄、那个贺电虽告，那也知影讲大势已去，因为美国头家已经，美国等于讲当主的已经承认即马新的总经理，还佫是阿扁啊，已经确认啊。佫乱无效，愈乱美国人愈切哩国民党，所以因那也准溃散，准凯道啊撤退，中专会啊拢撤退。诶，事件较平行的，吼、哦，所以咱迄等另外人咧等白宫的贺电，等几礼拜，迄阵的心情，哦，一粒石头下伫生活顶，爱甲贺电来较落来，哦，对不？过来，军事基地来做对比，来，菲律宾有美国克拉克的美国空军基地，有苏比克湾海军基地，过来。琉球有美国的加索纳空军基地、甲普天间基地，过来，古巴有关达纳摩湾基地，台湾有清泉岗空军基地。好，啊，你注意甲看，遮所有的基地拢是迄个美国军事占领的所在所设的军事基地。台湾若毋是迄个美国军事占领，美国凭啥物会当在清泉岗起一个亚洲上大的空军基地？无可能，伊他毋去北安甲去看卖，还是去北越甲去看卖？迄毋是你的占领地啊！你若讲带南韩去，阁有可能吼、哦。好，所以为遮来对比你了嘛，就知影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吼、哦，这足明确的。过、哦、来，咱来遮上课有两点上重要，这两个你一定爱记的。咱所读的国际战略法。这两个你也记好，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咱以伊拉克做咧。哦，伊拉克2003年，哦，英美联军开始为3月19日攻击伊拉克，哦，无两个月哈、哦，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开始进入三一的占领期，哦，已经把伊拉克打败占领起来哈、哦。那么，刚一个月5月2日，联合国声明。英美联军临时管理当局，这等于就是军事政府了哈。伊有权力带下管伊拉克。OK， 那么但是第六年后，英国军的降旗撤军。那么美军第八年后，哦，2010年12月15日，往美军降旗撤军，干那剩200几个人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好来，啊，你甲看麦。是安那？英美联军开遐大个军事费用，哈、哦，账面上头有6000亿美金，其实唔啦，吼、哦，开遐侪钱，
西，吼、哦，一两千个美军，伊美联军，啊，一挂军事设施，飞行机要拍落落来，战车拍歹个，啊，八年后撤军，啊，无甲伊拉克变作美国个第五十一州伊拉克州，无，拢爱撤退，这是美国因有照国际战争法，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袂使讲你占的，就是变你的啊，袂使。哦，即马国际法是因为安尼严格规定，所以你美国来占台湾，你阁占较久，嘛唔是嘛袂当变美国第五十一州叫台湾州，无可能。因为有一个先例，美国去跟西班牙战争，打赢西班牙了，西班牙割让波多黎各，波多黎各到即马百几年啊。无在了变作美国第五十一州，那波多黎各无在了变美国第五十一州，咱台湾嘛无可能变美国第五十二州嘛无可能，因为这块台湾这块领土已经是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啦。因为一九四五年四月七，日本天皇的这个明治帝国宪法已经在台湾实施啊。就已经台湾变完全符合国际法理，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哦，这有国际法理基础，不是阿公阿咧讲来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是哈、哦。因为有真正建国主权，咱也在秘书长讲，是日本天皇建国台湾的主权哈、哦。好，过来，第二个你要叫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你中华民国代表美军来占台湾，你阁占较久嘛袂使，嘛无可能讲台湾变作中华民国个，无可能。中华民国蒋介石等于是美国派来过台湾即块大楼，伫一楼个管理室咧做管理员，无可能讲你做管理员做来遮七十栋啊，做七十栋哦，即栋大楼变台湾大楼变你个，无可能。你永远就是管理员，安尼了解无？我讲没有呢，哈、哦。中华民国是安尼，哈、哦。突破嘛，同款。法国嘛，同款。法国流亡去英国，或者法国在伦敦，哈、哦。啊，中华民国在台北，哦不，你流亡一定是一个国家的都市，未使讲 Chinese Taiwan， 未使，干来点讲 Chinese 台北市，台北一个都市，或者法国流亡在 London， 唔是英格兰。啊、哦，袂使讲法国流亡在英国，哈、哦，好，好，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讲到这，多谢各位，哈、哦，多谢，谢谢。各位同学，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谢谢我们潘讲师的演讲。